かため息か心のうさの捨てどころ昭和62年、この曲で不死鳥のごとく奇跡の復活を果たした美空ひばりさん。それからおよそ2年半後の平成元年6月、人生の幕を閉じました。歌の舞台となった塩屋岬は、ひばりさんを偲び、今も多くの人々が訪れます。家に参っても
君ゆう
もがれて永遠に春かけて三四小さいの目崩れ浮世かるたの浮世かるたの浮き沈む这几天，咱陈建仁前副总统，也是全世界有名的公共卫生专家，特别在伊的 FB， 在伊的面册顶面，向咱所有的乡亲士大，来说明有关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有风险的专业的分析，甲相关的消息，予咱台湾人会当了解疫情的现况。赶紧去做预防下，保护咱家己，嘛保护台湾。伫遮，咱来甲大家分享陈建仁啊副总统伊所讲的话。陈建仁副总统伊咧讲呢，伊讲全世界受到武汉肺炎病毒的影响，已经超过一年半。对旧年啊了后的后半年开始，甚至阁有。几落款的武汉肺炎的变种的病毒出现，譬如讲有英国变种的病毒，有南非变种的病毒，有巴西变种的病毒，甚至即马大家正注意的印度变种的病毒。这些变种的病毒株呢，传染力拢非常强，全世界呢，搁再一次受到武汉肺炎感染的威胁。包括咱台湾嘛，同款呢。对今年的四月底开始呢，因为英国变种的病毒引起了一波感染的疫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000+人确诊。真不幸，原来有500+人来死亡。最近搁伫屏东呢，发现到印度变种的病毒造成着咱台湾的疫情真严重。
那是以总人口的比例来甲看呢，咱台湾感染着武汉肺炎确实的确诊比例，包括死亡的比例呢，伫全世界来甲看，相对也阁算低啦。毋过，依照确定感染造成过往的比例，伫咱台湾现主席来个看是有淡薄的偏观，这是因为疫情拄打爆发的时阵，有风险注射的比例一定会较低，所以地输论呢，当然普遍都会偏观，伫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总是安尼。搁再加上这个疫情汹汹猖獗起来的时阵呢，比较较有年岁，而咱家的长辈时代。感染到的几率呢，当然会偏高，会来造成短期间吼确诊的人数暴增，原来会严重冲击到咱的医疗体系。另外一方面，因为台湾住有风险的时间拢比人较晚，相对呢住有风险的人就较少人，佮再加上全世界的有风险拢欠费，所以呢真侪国家。拢咧推动家己来开发，家己来生产。咱台湾若会当成功来完成国产的有风险的生产，愈早普及疫苗的接种，来阻挡着病毒的扩散，这唔但会当来帮助咱家己呢，嘛会使来帮助全世界。伫目前咱家己的有风险也未完成的进程呢？即马有日本、有美国、有立陶宛送来的疫苗，毛咱政府伫去年含人签约，要买陆陆续续拢会送来到台湾。咱的政府毛规划，予风险比较较悬的民众来住有风险，住这个城呢，会当降低受感染的风险，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所以咱鼓励。啊！大家那是轮到恁的话呢，就赶紧去住有风险。加一个人住有风险呢，咱全台湾抵抗病毒的气力就加一分。所以爱会记一路，收到通知，轮到你去住的时阵，一定爱去住疫苗。以上这是陈建仁第一，而这个 FB 啊，明确所来交代咱长辈时代吼，有风险一定爱去住的一段话，感谢。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